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如果很多的投资朋友们都有在看利好的电视节目，其实各位，我讲两只股票已经讲了快一个月。很多投资朋友们其实在股市上面，他要寻求的就是一档，各位叫做名牌。其实我为什么一直在电视上跟各位诉求一个观念，很多股票其实都有名字，都是名牌，你买的时间点对不对，那才是真正的重点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当你看到今天的大盘，各位跌145点的时候，该145点，你再回过来看三档股票，各位，第一支，你看这档股票，各位，四星 KY 还是涨，各位你看到了没有？你再看第二支股票1519，各位在今天华城一样照涨。你再看看各位6462的神盾，各位今天再攻涨停板。好，各位，当你看到这些股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股票它真的不要多。我在电视上已经跟你讲了很久很久，一直到昨天，各位你看，这是我昨天在电视节目上跟你讲的，我说华城神盾我说了很久了，你有相信吗？而且各位，我在昨天我不是跟你讲1月29买回四星赚80吗？1月30再买回的时候，到昨天是赚60，各位到了今天，你看到了今天你便赚115块，各位叫四星 KY。 那我买股票，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大一样的地方是，我买什么卖什么我一定会打在车标上。所以各位你看这些股票，三档股票，一个华城，一个神盾，一个四星，光这三只股票，各位我说了很久，你有相信吗？很多人其实他一味的要去寻求名牌，甚至于每天都在寻找涨停板的股票。各位，涨停板的股票你一定买得到吗？你一定敢追吗？你一定会买吗？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看我们就讲华城跟神盾就好。我在1月4号就开始在讲，我说神盾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。1月9号又一样跟你讲神盾华城，有没有？各位，1月15号我还是跟你讲华城，有没有？好，各位，1月17号我依然跟你讲神盾跟华城，有没有？我不是跟你讲很清楚了吗？各位，1月22号我依然跟你讲华城跟神盾，有没有？而且各位，再买回华城，再买回神盾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到了1月24号各位一样买华城，一样买神盾。1月29号一样跟你讲神盾跟华城，我说我说了很多天了，结果各位再买回四星。一直到昨天1月30号我的策标一样没有改变，到昨天一样没有改变，华城神盾我说了很久了，你有相信吗？各位一样买回四星 KY。 各位我送你几个字，我不是跟你讲勇气霸气跟行动力吗？我请问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今天不是说这些股票要很厉害叫你一定要再去追，不是这样，而是我跟你所讲的那个起涨点真的超漂亮的。各位你看看，来这些股票，四星 KY 我们从371块一路做的，这张股票从371块一路做，做到创历史新高3920块。各位你看那个价差，我们已经赚了31275块的价差，应该算严格加起来31300多块的价差。各位四星 KY 对不对？你看各位，我在1月几号，我在1月几号，1月29号的时候我买回四星 KY。 你看哦各位，我1月29号买回四星 KY 3800附近，结果这张股票我们当天1月30号的隔天到3870到3890我们出场了，出场之后各位你赚了80块，有没有？是不是赚了80块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了吗？赚了80块之后，各位盘中马上打回到3790，我又叫买，有没有？你看1月30号我不是跟你讲吗？打回又拉回到3800附近我又买，有没有？那各位你看，
你买到之后摆到今天就好。你看今天它又拉上来到3920，而且讲难听一点，今天还有一个机会。你看，所以各位，如果说真的你真的愿意跟着立豪一起打江山，其实很多的股票你真的都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昨天买第二次的有没有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时间点，我就跟你讲了吗？对不对？11:57跟你讲3800附近再买回，各位12:32来了3790，你敢买吗？如果你敢买，到了今天马上再赚115块的价差，10张就好，115万。各位，你知道你这样多少赚多少钱了吗？累积已经31390块的价差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而且各位，我都打在车标上给你看。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，我不想去造假作弊欺骗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1月30号，这各位节目上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1月29买回四星赚80，各位1月30再买回，到了今天便赚115块。各位你要注意哦，今天的大盘是跌多少？今天大盘是跌145点了。今天大盘是跌145点了，这些股票 还真的狂涨。那尤其各位，我跟你讲的神盾，我跟你讲的那个华城，我不是跟你讲我们来回去做价差吗？那来回做价差，各位最后一次买的神盾，最后一次买的华城，你看各位，你看华城1月25号是我们最后一次买华城，各位380到382买回9:34，1月25号，各位你看今天，你看到今天就好，这档股票你看到今天，你看1月25号买回，你假设真的买回，各位，1月25号买回，哦，各位，你看1月26号还有低价，1月26号还有低价373，我们是建议多少？380到382买的。380到382买，各位你看，你如果真的买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买到这档股票，各位华城最低380哦，收盘收380.5哦，1月25号，各位也就是说早上9:34讲，全部都买到了，对不对？是买到了。那各位买到之后，隔天还有低价，各位就开始一路涨，涨到今天再创短期的历史新高459块，各位你看到没有？华城。各位我一样要跟你讲，大盘今天跌145点，对不对？各位这是叫华城。那另外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一个神盾，各位神盾，我1月12号送给你们的神盾，对不对？1月12号，我当初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我说这档股票很多人他怕买不到，很多人说老师啊，那个股票、都太高价钱，那价钱太高不敢买。那各位好，你不敢买，我就跟你讲，那没关系，我送你一只股票，那叫神盾。你记不记得我当初1月12号在送给你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如果真的要来，要打电话进来要，那你要能够抱得住。我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？各位你看，当初送给你的，我说超级大财神很重要，送给你的神盾1月12号。那各位1月12号如果你真的去敢买神盾，你看1月12号就好，各位从这个地方开始一路飙，你看飙到今天272，对不对？那 我当初不是讲过了吗？来回做价差里面一样是1月25号当初188到190回补之后，各位下去再给人赚，我们自己反买，有没有190附近？那各位如果你真的买到190，到今天272，你的价差是82块，各位你的价差是82块，听得懂吗？那我现在跟你讲说啊，这个赚多少钱其实就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，因为它已经过去了，它都已经过去了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当你看到这些股票在狂涨的时候，而且我讲了一个月了，你有要相信吗？各位我不是那种善变的老师，我也不会去每天在换股票，我不会每天换股票，我就是15档、12档的股票一直来回做价差。各位来，我找到了一个资料，你记不记得2023年的1月3号，
当初我挑出了几档股票，你记不记得我当初在2023年兔年的投资组合里面有没有？各位，2023年1月3号哦，我当初的投资组合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各位，四星到今天创历史新高，你看，哎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你看每一档都创历史新高哦，我把它弄成周线图，你看，各位，这些股票每一只股票都创历史新高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四星 KY 创历史新高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，你再看看微盈，当初跟你们所讲的微盈6669，各位也是一样创短期的历史新高，有看到没有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双红，当初在1月3号，2023年就跟你讲3324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看也是创短期的历史新高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技嘉，各位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这一波就已经创了短期的历史新高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各位，你再看看利旺3529的利旺，各位你看，今天再创短期的新高，各位看到吗？各位再看看台光电，我当初给你们的名牌，你们不是要名牌吗？各位今天盘中也在创短期的新高，各位看到了吗？各位你这更不用讲华晨，有没有？各位你看华晨有没有创新高？你再看看神盾6462，各位看创新高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这些股票其实我在2023年1月3号就已经找出来了，我在2023年1月3号我就已经找出来了。今天是2024年了呢，今天是2024年1月31号呢，已经整整一年了呢，一年一个月了呢。各位，当你回想起来这些股票，哦，老师，这些股票真的好强哦，那当然很强啊。那问题是你会不会买，你又不会做，更何况这些股票我们还会来做价差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股票真的要多吗？股票真的不要多啊，啊，只是你会买吗？你会做吗？对不对？光四星 KY 我们来回做价差，一个371块一路做股票，一路做了3年的股票，已经来到变股王的3920块。各位，就算你不来回做价差，你也赚超过10倍了，对不对？更何况你来回做价差，各位你去算算看，那个价差已经31300多块的价差，吓死人了。你看几倍？你去算看看，对不对？那各位现在的重点是什么？现在的重点比如讲说，好，神盾华晨，各位一个月前开始跟你讲你不敢买，那神盾华晨长成这样的，各位我要叫你去追吗？没有吧。那各位你看我今天的侧标，2月1号明天开始我可能要放空华晨跟那个，各位神盾你敢吗？你有兴趣的人马上来电好不好？那各位讲，从第一点讲过你不敢买嘛，从第一点讲了快一个月你不敢买神盾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那你看1519讲了一个月你也不敢买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创历史新高。那各位你知道很多人现在看它涨上去了很不爽，超级不爽，很不爽哦，还有打电话来干屌的哦，妈的，那股票神盾 EPS -3.13元，这么烂的公司，这么烂的股票还可以狂飙，还可以飙。各位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台湾做股票你看什么基本面啊？你看什么技术面啊？台湾如果股票可以看技术面，可以看基本面，你就可以赚到钱。各位，散户不会赔死啊，台湾不会有这些散户很可怜啊。在台湾做股票要看筹码，绝对不是看什么基本面啊，基本面只是其中一个参考点而已啊。很多人他搞错方向，他总认为一档股票哦，基本面好他就一定会涨，不是哦。一档股票基本面要好也要有人做吧，你没有筹码进场你怎么涨嘛？你告诉我。更何况神盾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还有人风言风语耶，老师你知道神盾很差吗？老师你知道神盾的 EPS 是-3.13元吗？老师你为什么敢玩神盾啊？各位你看，老师你为什么敢玩神盾啊？啊，对不对？
我们从12月28、29就开始在玩神盾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就在那边开始玩神盾了呢。各位，现在看神盾一路飙上来呢，各位272块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有像一些投顾老师整天在糊弄，在吹牛比赛哦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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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涨什么停呢、啊？涨不停就好了，涨什么停？对不对？那各位讲了一个月，你有相信吗？你也不见得相信呐、啊。EPS -3.13元呢，神盾呢，业绩差到真的快爆破表呢，可是它飙的跟快破表了呢，对不对？反其道而行嘛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说过，筹码才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我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资本主义是资本利得嘛，一定都是金钱游戏嘛，有金钱游戏一定有人会炒作，你要注意什么？筹码。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，他为什么会狂飙？那你看看1519也是一样，各位，这档股票更好笑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？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记得，当初我们在1月19号买回352到356的时候，买到的时候买回来哦，华晨，你记不记得我在电视上跟你说什么？我在电视上跟你讲这档股票目标450有没有？你记不记得？我说人家外资朋友看到450块，我说我计算的结果就看到450块，很多人骂我神经病。那时候才352、356而已，华晨啊，我不是在电视上跟你讲看到450哦，有没有？我去找那个节目给你看，我找出来给你看。我当初已经跟你讲450了，很多人说神经病。就像当初我在跟你讲四星 KY。371块就跟你讲目标价，先看1200了。很多人骂我神经病，来到1300的时候，很多人闭嘴。然后我又再看2300，很多人又骂我神经病。各位，飙到2300的时候，很多人又闭嘴。再下一个目标，我就看到3260块，很多人说神经病。各位，飙到3920块，你才神经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才神经病呢、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华晨。我们来回去做价差，对不对？最后一次买，对，352、356、352那一天有没有到356？收盘是354.5，要多少买多少，你敢买吗？很多人说老师啊，跌了五天了，完蛋了，会往下杀，杀什么？杀什么？我不是这两天讲了一个故事给你听吗？很多人买股票买那个，买到第一天不涨，第二天很堵烂。第三天很火大，第四天撕牙裂嘴，第五天卖出去被我们买到，对你来讲叫垃圾，对我们来讲叫做超级大财神。我不是跟你讲一个故事了吗？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的吗？我有一件事情，我想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有一件事情真的对我的会员来讲我很抱歉，因为我耳根子很软，我耳根子非常软，因为我都希望能够照顾到很多的人，所以有时候我在 LINE 的讯息里面我会讲，只要有赚到钱你自己可以决定或干嘛的，但是各位，只要我亲自带出的，我一定会讲会员请注意，这档股票请全部获利出场再上去给别人赚，保留资金，我都是这样哦。所以很多的会员都知道我的做法了。所以各位，你看神盾华晨，我说了一个月，你有要相信吗？结果一路狂飙，对不对？我需要像其他投顾老师整天在吹牛比赛吗？但是现在的重点是，低点你没有买到，你没有赚到这一波。那各位，你看我另外一个侧标，明天2月1号，我想空它呢。老师，哇，涨成这样哎，哎，不涨我怎么空啊？不涨上来我怎么空？就像当初哎，往下杀的时候，哦，老师啊，你敢买哦？杀下来我为什么不敢买？我就等它杀下来啊，杀得越低越好啊，我买啊。那现在哎，我低点跟你讲买到，对不对？哎，往上冲了，那我现在冲了一个幅度了，我准备要空它了，你爽不爽？你想不想做？你如果想做的话，想要了解你就打电话进来不就好了，把电话姓名留下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最好有本事明天开高我就空它了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听得懂吗？总是要有人做第一次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
这就像陈立豪当初跟你讲的，有没有？说、so, 我不跟你讲，10月30号回补15961到16015之后会 up， 很多人也不相信，结果涨了2000多点。到了1月17号，我又跟你讲回撤17173开始会大涨，哎，各位涨了600点，对不对？那另外各位，我很少做的一档股票，100块以下的，有没有？5210的一个宝硕，有没有？我们是哎买在48块多附近呢，49块都有布局呢。各位，你看5210到今天，你看，哎，5210呢，有没有？你看涨到哪里？涨到60，今天最高62.5块的呢。所以各位，真的很多的股票，其实我都有它的，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，好不好？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想不想要放空股票？更你要做，你要学会做多，也会学会卖股票，学会卖了股票之后，你要学会放空啊，听得懂吗？我们是很灵活的老师，哎，不像一些老师呆呆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啊。那各位，我如果说哎，明天要放空，并不代表我不好看不好股市哦，我不是哦，我不是看不好股市哦，我还是看好2024年18500会到哦，18800也会到哦。但是各位，我是来回做价差的老师哦，我很灵活，所以你要玩短线，要玩当冲，要玩布局，我都很厉害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立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那各位想要去放空华晨，想要去放空神盾的，各位赶快来电好不好？各位真的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先把 电话姓名留下就好，明天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好吗？好，各位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金融限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，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，发财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结果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立豪的每一次的大盘的转折，每一次股票的转折，我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。就像当初我一直跟你讲，10月30号回补15961到16015之后，以后就开始 up。结果各位，11月份一路涨，涨了快涨，涨了2000点。那我当初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那只是你愿不愿意相信，对不对？那后来1月17号，各位你看大盘这一波，我当初跟你讲有没有？各位这一波有没有一路涨，涨了2000多点，然后可以拉回修正，拉回修正到1月17号那一天，1月17号17151，
你看我当初在1月17号说什么，我1月17号我就告诉我的会员会回来测17173是强大的支撑，其实大家根本不用担心。结果各位你看一路飙，飙了将近多少6-700点。所以各位你要相信利好，我是一个真的很实在的老师，我也不会造假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那各位神盾跟华城，如果你低点都没有买到，都没有赚到，没有关系，你有兴趣想放空吗？如果有兴趣电话一通就好，我教你，听得懂吗？那如果券商没有券，那我就没办法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会跟你讲一个价位，就这么简单。各位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要会买，要会卖，要会空，要会回补，要很灵活，听得懂吗？各位跟着利好安心吧，信用开心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好吗？也祝你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